鞋子啊，鞋子！干嘛呀？怎么？你这怎么了？鞋子有没有摔到哪里呀？哎呀，等一下！怎么？江总，你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我这么一叫你，你怎么？你想什么呢？妈妈，你吓死我了！来，起来！你怎么？怎么突然上来了呀？不是。哎呀！你在这里走什么呀？我在接板面呀。哎，嘉禾哥，你下一次叫我的时候不要大惊小怪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有没有摔疼了哪里呀？是吧？没事。没事吧？妈妈，但是我板面全部都不知道。没事，板面，等一下我来捡。哎呀，这不，嘉禾，你把我吓死了，真的。你想什么呢？这不，我一叫你，这不是天要快要下雨了吗？所以我过来找你的呀。哥，你老是问我想什么？你想知道我想什么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这刚才你那个，我什么都没有想，我坐在这里，我在找这个板面，结果我想到你会不会上来，然后真的没有想到你突然叫我了，我吓了我一跳，真的。那我叫你一声，你至于把滚下去吗？不然你肯定不是这么想，你是不是在想我呀？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还问？那你刚才来的时候怎么不叫我呀？我每次都这样，让自己偷偷摸摸的去干活。我想让你多休息一下嘛。你看你这段时间跟着我，这些都在大山里面，也挺辛苦的。我不辛苦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其实呢，我做什么，虽然我不会做，但是呢，其实做什么我都不觉得累。但是你看，你一个城里面的人，非常不习惯，就是为了我在这山里面，就是吃了那么多的苦，我心里面也是体过意不去的呀。所以说有时间的时候，我想让你多休息一下，我自己偷偷出来。反正我也在家，也今天没有什么事干，下来嘛，来捡一点板栗。你捡板栗，你应该要叫我，咱俩一起过来嘛，是不是？两个人一起捡，不就快一点嘛，是不是啊？你还在蹲在这里发呆，默默的想我，对不？我一叫你，谁说我想你了呀？那你干嘛想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别闹了，对吧？你来了的话，板栗也被人捡完了，然后顺便割一块猪草回去吧。割猪草？嗯，来，你吃一下板栗好不好？这能吃吗？这个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煮来吃的。生吃？对，你全部拿着嘛，我割一点猪草。你休息一下，我来割。不是你休息一下，行吗？我行，我肯定的行，是不是啊？我自己来吧。我来。好吧。我来给啊。好，都跟我。好吧。你坐着休息一下啊。是怎么了？是不是？哎呦，还有东西呢。我。没事啊。哦，你把我吓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坐着，我来接，我来割啊。鞋子。要不我来背吧。我来吧，这也没有多少。你看你刚刚都割了这么多。不是，你都刚才都摔倒了，来，我来背。没事嘛，这又不多，我自己来。我来背，是不是啊？这不，现在我已经回来了嘛，那肯定有啥事儿都我来做。你呢，好好休息。你看看，你每天都忙里忙外的，满头大汗的。还行吧，嘉禾哥。你知道我看到你这样。我是有多心疼你吗，小姨子？哎呀，不要心疼了，这身在农村是吧？哪有一个不这样子干活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在生长在农村里面的，习惯就好。只是你在外面，然后一下子就回到这样子的这些生活习惯，可能你有点不习惯，但是。你在这里待习惯了以后，你都会觉得很好的，真的空气很新鲜，是不是啊？小子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农村里面呀，你要把自己的时间抽空出来，过两天我带你出去散散心，好不好？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美有多大，好不好？不去了吧，你听我的嘛，好不好？你就是不要每天都要忙里忙活的，好不好？人只是时间是自己抽空出来，就好了。
该玩的时候去玩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好不好嘛？对了，嘉豪哥，嗯，我忘了有件事要跟你说，就是明天的话小学要报名了，然后我俩一起去给小学报名才可以了。哦，这事儿你放心。发现你这个交给我啊，现在我回来了吗？我不能让你每次都那么辛苦了呀，是不是？没事，我们两个一起去吧。行，因为你一个人去的话，小雪可能也在等我。嗯，好。嗯，因为呢，我两个现在都已经是一家人了嘛，你应该要一起去，是不是？走吧，走走。